什么？他们就要上来了，找我姐麻烦。你们几个，哎，跟我一块儿，有人来找我姐麻烦了。你来这儿干嘛？这儿不欢迎你。小屁还没有资格跟我说话。贺小姐，姐，你来爱哲有事吗？我不是来找你的，傅泽一呢？你好啊，贺小姐。景小姐，我们这一次聊的是副使的事儿，你是不是可以离开了？傅总如果不需要我，他会请我离开的，对吧，傅总？对啊，之下是自己人。好，那我就不废话了。你们副使盗用了我的设计稿，这事儿打算怎么办呀？副使和贺来珠宝不是战略合作吗？我是一个独立设计师，这次新品发布会的家居主推款所有权还在我手上。